打刀大就要自信，别怕。玩你妈的中单能别玩真英雄吗？真英雄不配打中，定位是核心，核心啊。OK， 什么配不配的？打刀大就要自信，队友给你中路你就去，别怕。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还有希望。哦，完了，超哥。不是，他们杀这么多，哎呀。走了，牛！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还有希望。超哥还活着呀！我操！要不要刚才应该把他害死是吧？那肯定不能。刚才应该等他死的。是的，我觉得补了你再上去，把他弄死了。算了，就要补了，你就说一句来晚了，差一点，可惜。几号人物啊？跟我玩这个东西。你还你是觉得你的卡锁吗？到我卡你的傻逼！不是你是什么几号人物啊？跟我玩这个东西？你戏有这么多吗？我的发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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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无欲拔刀神，有点意思。拿下，兄弟们，直接拿下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略逊一筹，对，略逊一筹。天时地利人和，速来，就想锻炼锻炼自己。你干嘛呀？别搞直播了，行不行啊？怎么搞点强力的班子啊？呜！我操，救 ！Stay in Dota, never die。他已经是高文杰的模样了，宁怕出名，就怕撞。你们懂这个含金量吗？我断牛头了，你学着点吧，懂？牺牲我一人，成全千玩家。我的评价是一坨大便。肥仔是什么菜逼啊，兄弟？超过什么屌东西？算了，这个面子只给你，真的。这么有能力吗？纳尼？哎，不对啊！哎，我来，给你脸了，好轻松啊！这个游戏赢起来好轻松啊！我得把我的态度端正一下。哎，我无敌了，兄弟！黑阿扑，我过去吓唬吓唬他们，谁知道对面人这么多。打得死人吗？我问你，打得死人吗？啊！键盘一按，游戏结束。我直接就笑嘻了呀！你不被打爆，谁被打爆呀？爽！怒加40！哎，个畜生东西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哥！兄弟，你真的打得像头大便？哎，你真的戏来了是吧？哎，脑浆犯了，虚晃一枪，救！真救我，没开玩笑，真的得救我！哎，没发现我。哦，哎我、哦哦，吸打脑浆，这把我应该是再也支撑不起来了。错过早高峰来喽！什么情况啊？不是哥们儿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峰回路转，被我粘妈了，兄弟，他被我粘妈了！哎，完了，这没有我的队友不堪一击啊！无敌了呀！想办法，很烧脑浆都烧干了。